不协调，没觉得他就是刚刚他那几个动作，相对于徐明浩来说，略微的逊色了一点，稍微逊色了点哈。我姐说话就甜，可以可以，还真信啊。你也不要骄傲，你只是略胜一筹。我以前学艺术体操的，牛。好嘞，那我们开始要喂喽。哎，我装他妈，你来喂。嗯，牛二，嗯，哥，你看你哥，牛儿牛儿，快过来，嗯，哇，哎，你做这个动作还是挺协调的。你别问一下，哎，这里。快来，你快自己来，喝了，味道味道了，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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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动不动啊，不动，来来来，我不过去，你来过来就可以了，喝了喝了，味道味道了，这个需要身体协调，这样下一个问题是周柯宇和杨迪，未来谁更容易脱发？未来更容易脱发？哎，我真觉得是我。我其实已经到应该脱发的年纪，但是我头发可太好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你现在茂盛的头发吧。哇哦！你们看我头顶，你们甚至看不到旋儿，有没有？哎，真行。来，发际线往后仰。看这两边往里面深入了、哦、已经深入人心了。好嘞，我们的六位成员请做出选择。这边是周柯宇哈，就站我队吧，兄弟们相信我，我自己都会站这边的。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徐明浩加油。嗯，还会跨栏，这辈子都喝不到了这种。徐明浩加油，你一过来人家跑了，要让他安抚下来。好喝的好喝的，香的不得了，喝了不脱毛。我不管了，我真的自己炫了我呀。这个脱不脱发的原因咱们就交给时间吧。大业宝宝，如果有一个人要成为你们的老板，你们想为谁打工？没有人想为我打工吧。支持大姐，一看就是很仗气的人。仗气？你为仗气吗？仗义吧你啊！仗气。一彤为什么背叛了宝强哥？因为我已经跟那个宝哥合作过了，然后我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叶姐合作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。要合作一个没合作过的，跟宝哥已经合作腻了，想跟。没有，我是已经合作过了。人家说的合作过了，到你嘴里变成合作腻了。你为什么不选大嫂呢？对啊。我这叫大嫂得在这边有人呐，是吧？深入敌后。那迪哥呢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是大嫂这边的人呀。宝强哥今天早上的事你看他多大气，愿意帮我们把所有的债还了，所以这样的老板我们可以垂帘听政。哎，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说愿意帮你把债全还了对不对？陪着你在这打工的是我，所以选你这边有可能是真的会做这个事儿，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。